大家好，我是老翟。今天这个视频拍的是我们肥西境内的一个比较著名的湖泊，位于花岗镇森吉乡的天子堰。这里相传朱元璋在要饭的时候曾在这里面沐浴过。天子堰这个名字可能也是跟这个有关。有一个规模很小的瀑布，小瀑布，在这个小瀑布下面还有一个比较大一点的瀑布，这一块可能也是天子堰最好看的一点。我也从不同的角度拍了这两个瀑布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这个瀑布也比上面那个要稍微壮观一点。感觉这边挺适合拍抖音的，风景还是不错的。湖中间有两个小岛，岛上还有两栋房子，不知道有没有人在里面住。旁边这个小山叫天子山，这个命名估计都是跟朱元璋有关。这个位置看过去风景还是蛮好看的。今天的视频就录到这里，谢谢观看。喜欢老翟视频的点个关注，点个赞，谢谢大家。